talking about sex from Toronto directly. 非常的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我们的 Web TV. 那么我是 Candy.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谈情说爱要我们介绍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别来宾。他是来自北京，同时呢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呢获得非常多殊荣还有注目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的表演艺术家，她就是唐佳丽。唐佳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Candy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唐佳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聊天。对啊，我今天也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跟唐佳丽聊了天才知道说原来她有这么多的渊源，而且呢她对表演艺术是这么样的执着。那么这次呢她来到多伦多呢是为了来表演一个叫做《May》的这个所谓的音乐舞台剧、音乐歌舞剧 musical。对。那么你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名字叫做《May》The Senses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个剧实际上想体现的主题就是展现东方女性的魅力，所以因为这部戏是罗启仁和李赛凤夫妇两个共同制作的这部戏。他们当时定的名字叫魅力，实际上就是想切主题，就是让大家一下子就告诉大家这就是展现东方女性魅力的一部戏。但这个戏里边又包括歌舞还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对，都是比较传统的东方乐器，对不对？对，也有西洋乐，有钢琴啊，小提琴。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很有魅力的你来演这个魅这个剧。那么同时呢，你听说你在这个戏剧里面呢，这个戏里面你有很多的这个单人舞啊，还有一些舞蹈的表现。那么你在筹备这个戏当中呢，你有什么样的体验？这个戏应该说排练时间很短，都在北京排的，对，而且大部分主要演员都是从北京各个团体的精英了，各个团的人选出来的，排练过程中其实很大很轻松，但实际上压力很大，因为这是毕竟是在北美的首演，对，不像在国内，是，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演出，同时呢，它也是展现东方魅力，特别是女性身体的魅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机会。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在这个北美中呢，现在对东方的女生基本上是非常的好奇，同时也很崇拜，因为他们总是觉得东方女性是非常神秘的也非常纤细的。那么东方对于女性的身体呢，总是藏着一种娇羞跟神秘的感觉。那你自己觉得呢，我们对我们女性的身体好像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有一种很不能够正眼的去面对的那种感觉，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当时其实大家也在探讨这个东方女性的魅力，其实跟西方女性是区别，应该说是两个极端。对，完全不同。西方女性她的本身的体型就是属于很高大，很性感，很就是说很凹凸有致的。对对，不像东方女性嘛，一般是个子比较飘，那个叫要小一些，对，然后身材的比例没有他们那个高人高马大的。对啊，像我是比较平坦的。没有，你很好啊。我偷偷观察了。挺好的，你的身材很好。没有吗？再加上练瑜伽更好。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像东方女性对那种我们的身体好像就不是说这么样的去包容去喜欢它，总是觉得说哪里不太完美哦。像现在很流行说去做一些整形啊美容的哦，那你个人觉得这个风气你有什么看法呢？我原则上我是尊重别人的选择，对，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只要说是认准了或者说是经过考量了安全第一，我是赞成这个说法，就不要太盲目的跟随潮流。但是你真的要下定决心的话，或者你一定要就是去做调查，对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对，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些研究。那么刚才提到了性感这个字眼，你觉得东方女性呢她的最性感的部分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神态。就是
就像你说的，东方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害羞，对，比较包裹的比较严实，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东方女性增加了一层神秘感，蒙上了一个神秘的面纱，对，神秘的面纱，反而更漂亮，反而更有魅力了。我觉得对呀，像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写真集，有的人就脱光光的给你看，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说稍微有点遮掩，你有点想象的空间，你就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这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对，我觉得就是全裸。我原来觉得可能人穿一层就是稍微遮遮眼的纱呀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上帝创造了人体，我真的觉得人体是很漂亮的一个艺术品。所以说人不要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身体，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美的地方，所以怎么样就把这个美挖掘出来，没错没错，然后把这个优点发在生活中，再增加自己的自信心，我觉得这就是贯穿到各个领域，你人会变得更加有活力，更漂亮。对，其实我们要真正的去接受我们自己哦。我们人生的就像您讲的，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躯壳哈，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一个灵魂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那我们觉得应该去尊重，也去接受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你很大胆的很大方的去面对自己的裸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去上这个课，因为我总是觉得我们东方女性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哦，没有办法去突破，总是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好，然后在穿衣服上面就显得非常的绑手绑脚，好像是衣服不能穿。而事实上我像现在我也慢慢的去接受一些不同穿衣服的这个方式。那你在穿衣服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体味呢？第一，我其实不追求什么什么名牌流行啊，我也不跟着流行走，对，我就喜欢就喜欢，只要穿我自己喜欢。那这就是自信嘛，对不对？自然，我觉得第一是要自然，穿的就是符合自己的气质啊、身份呐、出席场合啊这样的。我在家里其实很随意的，经常就有一个运动裤，但是出门呢，见什么人呢，出席场合呢，什么今天什么样的心情，其实跟着心情很有关系。我觉得穿衣服最主要是穿的舒适，然后自己舒服了，别人看的可能才舒服。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我们东方女性跟北美洲的女孩子哦，可能在对于性的这一个观念上面、看法上也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说，好像特别是在中国，他们对性的这个观念好像都不是那么样的开放。那你觉得我们要用什么样健康的方式跟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现在我觉得这几年有进步。因为现在对，因为我在来之前听说，就是包括大学校园里边都开始那个发放免费提供免费的避孕套，让大家注意这性安全。因为现在随着就是各种各样的怪病吧出现，所以大家不肯定是增加这个提高安全意识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标志啊。然后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应该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在性方面。对，当然我觉得保守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了。我总是觉得其实很多在观念上面像我们东方的朋友们来到了西方，才发现说其实很多观念上面在你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交朋友上面，我觉得有些观念基本上跟北美洲的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像我们刚才讲到说性观念，我们是真的很保守。那对北美洲或者是对欧洲的人来讲的话，有的时候那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像说电影有分级的制度，我们知道在北美洲有，可是在欧洲呢就没有。在欧洲他们觉得任何一种性呢基本上都是很健康的，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呢反而是因为有了这个分级的制度，就像我们讲的蒙上了个神秘的面纱，大家反而喜欢去看那个被分级了以后的那个电影，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那你自己喜不喜欢看电影呢？我很爱看，我基本上一般是
晚点在家看。啊，真的吗？然后我觉得电影非常棒，我肯定要到电影院去。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说自己要将来把你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或者是参与一些电影的演出？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说，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人邀请我，参加电影。但是我现在应该说，我现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慎重，因为不像我原来，因为在出写真集之前很坦率的讲，在之前我什么戏也敢演，什么角色也可以演。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说，因为我出的这个写真集这个事情在大陆现在还是有争议的，所以很多人是拿异样的眼光来看你。OK， 我觉得基本上呢，能够出写真集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一个艺术的呈现，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觉得人体本身就是一个上帝的一个艺术的创造物的杰作。那像这么漂亮的女生，我觉得基本上有任何的权利。我真的觉得说写真集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我基本上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应该的事情。就好像我的好朋友白琳，她拍了花花公子那部，我们支持她，而且我觉得为她骄傲。是啊，这么样一个东方女性能够站上这个Playboy 的舞台，你知道全部 Playboy 的女生都是非常大的，对不对？那我们东方女性用自己传统的那种神秘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躯体曲薄的注意，我相信不只是因为我们有漂亮的身材而已，而是那种气质跟那种好像我们那种愿意尝试的那种憧憬，我觉得这是很值得鼓励的。那我不希望说这件事情让你对你的人生或者是你将来在事业上面的发展受到任何的阻碍。我觉得你应该放开这个东西。对，环境就像我觉得环境是能够让人的那个行为会变得不一样。比如说在这边穿比基尼游泳，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呀，对呀。那在国内就觉得啊，别人都穿得很规规矩的那个连体的那个泳衣，你穿了比基尼，大家都会拿异样的眼光看你，是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自己，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也要学会说，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面，是不是？那我觉得，特别是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在舞台上面，有的时候要放开自己的这种很多的idea 观念的话，能够去专注、去执着、去展现自己最美的那个部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对不对？基本上我觉得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我是两个人。工作中人家看我就觉得他这样厉害啊，原来很那个很这样子看。对。但生活中其实我就是很普通很普通，我没有觉得。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的个性这个样子，所以在拍了写真集之后呢，你会受到了一些好像以前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问题，现在都要去面对了。很多很多，这自己没有原来。你自己觉得就长大了，成熟很多，成熟。人家包括很多朋友说，哎呀，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就觉得以前可能更像，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可能真的是有变化，但是我不愿意承认吧。真的是生活给了我很多东西，给了我很多。但是我觉得人生是比较后悔的，那我觉得我还是为你觉得骄傲。谢谢谢谢。对啊，而且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我没有办法后悔。对，没有办法后悔的。人认准了一个目标，然后下决心，就是说在这个路上走下去。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多不是阴错阳差的部分，不是说你。我原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出人体写真书，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像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是个警察，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就根本一直从小就是跳舞，然后练过体操这样，但绝对没有想过我会涉及到这方面这个领域，真的是很阴错，就是无心插柳的一个部分。所以人但既然走到这个部分上来，但人要，我觉得眼光又不一样。对，在因缘机会当中呢，我们都去接受一些人生给我们的历练，跟我们人生当中发生的变化。那我觉得人总是要学会长大哦。对。
那么在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人总是会遭受到一些感情上的波折，那你自己在感情上面呢有什么样的憧憬？我相信美好的爱情。你还是深深的相信？我相信，因为就像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世界上就两种人，一个男人和女人。那一是活着是为了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但是感情部分，我觉得这是占很大比例的，非常重要的。那你自己会不会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就是恋爱来的时候呢，恋爱变成是第一顺位，那工作啊什么的都丢在一边。我是这样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定位，我第一就是能够有一个心爱的人，并且跟他幸福在一起生活。所以这个是变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表示有一天如果你找到了，那你就不再跳舞了吗？那不会，女人在工作的时候，不管男人女人，在工作的时候才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是，我们要跟我们的艺术工作谈恋爱。对，就是说人不可以为了一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这点很重要。很有道理。如果全放弃的话，对方也会，我觉得也会，时间长了会腻的。你完全如果不修边幅，天天在家煮洗衣做饭，这是一种职业，就家庭妇女是一种职业。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只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也 OK 啊，可以啊。但如果说你还有别的想法、别的追求的话，你不去做的话，你会很痛苦的。没错，没错。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 priority， 就是很多的顺位啊。那我总是觉得说，很多人把工作当做他的第一个顺位，有些人把爱情当做第一个顺位。那其实基本上呢，你说的非常的正确。基本上我认为呢，任何事情你都要专注执着，然后呢，有信心，那么什么事情都是会成功的。那么刚才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爱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你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女性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想爱生活从爱自己的身体开始，追美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但这个心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伴随着你一生的。不是说你这个年龄段追求美，过一段我结了婚生了孩子我就可以不用追求美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总是觉得好像女孩子男生也是一样，对，结了婚之后呢好像他们都好像彼此就已经习惯了，过了那个蜜月期之后呢，好像醒来就变成黄脸婆。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应该要去维持那种，还是谈恋爱的那种甜蜜的气氛。但是很难呐、我觉得这个可能保持一生是很难的。是吗？我觉得还是好像神秘一点比较好，像我是觉得说，好像彼此都有点空间呐、才不会说好像习惯了这样子。那我觉得你讲的也很对，我相信很多人呢，好像结了婚之后去维持那种感觉是蛮难的。对。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如何让自己保持很漂亮？从里到外，你有什么样的秘诀呢？我觉得倾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就不管是跟自己的爱人啊，或者说是那个亲朋好友啊，遇到反正生活中人生中肯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埋在心里的话，我时间越久就种子越深。没错没错，这个非常非常有道理，我必须要说。因为我们就说中国人比较少说去看心理医生，那西方人呢动不动他们就去看心理医生。为什么？因为他找人去倾诉，对，清楚这个事情。对对对。那有任何的不愉快，我觉得要赶快把它解开。对对，我说出来。你藏在心里面呢，真的是日久沉积了，沉积会变成生病的，对，而且会看起来不舒服，对对，不开心。对，哎，这个非常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而且找到有朋友去关心你啊，对啊，就你得到一些回应，我觉得自己也会觉得自己被爱啊，对啊，受到了呵护，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人活着真的要觉得自己觉得活得有值得。对，
对，有价值，有价值。而且你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就是朋友给你的这种回馈或者反互动，你会觉得哎呀，我是做错了，或者说我没有做错，但是他这样或者怎么样，就是是一个真的是很一个宣泄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会得到一些所谓的灵感，然后让你在对生活、对未来都有比较新的一种想法哈。我就像那个加油站一样，没错，没油的时候加点油，停一停，歇一歇，然后加满，当油加满的时候又可以去发动机，又可以鼓足了劲儿开。对啊，其实人生就是一条路，实际上就是各样的路，就看你怎么走。对，刚才我们讲了说，人体所呈现的美感，其实你说最漂亮的是神态，真的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唐佳丽的神态啊、气质跟谈吐，我们都发现说，在跟这个舞台上面呢，光只有舞蹈的表现呢，基本上是真的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有更多的美丽啊，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的。那其实在这方面的话，你会觉得说在舞台上面有的时候你呈现出来的并不是真正内心的自己，而是好像你要去呈现好像制作人或者是整个编剧给你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每次你在表演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融入这个角色去诠释它呢？应该说在舞台表演的那个就是瞬间嘛，那很短暂的那时间，其实也是一个真实自我的流露，但是是怎么样跟角色二度创造融合在一起。就像每一个人跳，我们是三组主演，但同样的节目，每个人跳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是艺术，另外一种呈现，所谓 recreation， 对，所以出来的话，好像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对，同样的节目，每个人跳不一样，那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感觉不一样。可能他处理这个觉得很舒服，但是另外一个那样的处理，觉得又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其实是表演离不开自己在生活中的样子，但是又不是完全展现给大家我就是这样子。那你在表演之前呢，就是说在舞台上面的准备呢，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能吃啊，或者是你每天要做多久的这个暖身运动啊？我什么都可以吃，我从来不限制自己的饮食。我们刚才私底下在聊到说喜欢吃的东西，就唐佳丽说她很喜欢吃辣的东西，因为她是安徽合肥人。对，就是安徽人吃辣吗？好像，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能吃辣和不能吃辣。真的，我其实是很爱吃，但是我不能吃，是因为我职业需要。我一吃吧，长包包，长痘痘，很痛苦啊！我觉得这是人家上帝对我的惩罚，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忍一忍，基本上等工作结束之后，我会去狂欢一下。对，但是刚才我也发现说，唐佳丽她也不喝冰冷的东西哦，她就喝温水。其实像我也是不喝冰冷的东西，因为好像对身体不是很好，对不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能从小习惯了。对，而且我是因为从小就是不像西方这边就喝生冷水，所以我在这边一开始觉得没热水，我就很不适应。对，其实喝热水对身体是比较好。对，因为冰冷的水对我们的身体，有些人的身体太寒了，太冷的话。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可能他喝了没事就 OK， 但有人喝不好那就不要喝。所以就是怎么样，这都是爱自己身体的开始。对，第一是要健康，健康很重要，对，很重要的，对，健康才能好气色，好气色才有活力，有了活力才会漂亮，这是连锁反应，不是脱节的。对，那么这次呢，来到多伦多呢，是你在世界巡回表演的第二站，第一站是温哥华，没有，第三站，第一站是温哥华，第二站是 Calgary，然后卡加利，对，我们走的第二天吧，就开始那个牛仔狂欢节了。哦，所以当地人说：“哎呀，你们为什么不在这多待着？”对呀，对呀，一定很好玩。那么你接下来呢，还会回到北京去表演，对不对？对。但是这个戏是暂时先休整。先休整。对。然后接下来休整一下，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工作吧。太好了。那其实呢，我们都希望说，我们 Web TV 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节目哦。这个好像 The Senses 是非常漂亮的，也是很有
艺术感觉的一个表演。那基本上呢，我们在描述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真正讲到它的精髓。我最主要的还是需要观众呢亲自去看，对不对？我想跟大家说，我不想说那么具体，就是说这个戏呢，你进去看以后，能从视觉、听觉，然后就是从心灵上你会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安慰，或者说是释放吧。就像我们倾诉一样，人是需要有物质生活，也需要有精神生活的。那我相信你来看以后，你不会失望，而且会觉得很值。你会觉得东方女性的魅力原来是可以这样展现的。性感，但是不低级。然后很有美感。从客到舞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呢，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如何将东方女体的这种表现呢，用那种比较内敛的方式去表现？因为我觉得，好像就像我们讲的，所谓的性感，如果只是脱光光，那真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何让别人觉得更被吸引，这就是这故事当中呢所描绘出来的、所刻画出来的一种神秘的魅力。对不对？你形容得很准确。是吗？这次来到了加拿大呢，你对加拿大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移民的国家。真的吗？很好。然后气候也很好，然后特别是这里的人，我觉得跟别的地方感觉不一样，就这里的人更加友善和包容性更强，就容纳各个不同种族、不同皮肤的人，文化、其实像这样的话就汇聚在一起了，就觉得这个国家很了不起。对，它的包容，而且呢，完全没有什么种族的歧视。对，那么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所谓的全部都是移民的民族呢、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所以基本上它有很多保留着传统他们民族的一些色彩。对，文化的地方，比如说有意大利区、有韩国城、有中国城、日本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对，你在这里可以发现不同的风俗人情，就觉得哎呀，在别的国家我为什么看不到这么多？在这里哈，突然觉得能接触到这么多的外国朋友，虽然说你跟他们不认识，但是通过他们的穿衣打扮，你能感觉到你国家的一些民俗风情。这是很特别的，我很喜欢这里。真的，太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我们都讲到说如何让大家漂亮啊。那么最近很流行减肥嘛，那好像你也没有胖过，你有什么样的秘诀呢？其实好像当一个 dancer， 好像因为常常运动的关系。第一是运动，第二我觉得是生活规律吧。生活规律，对，你不要说是今天暴食暴饮啊，这种就很容易发胖。好像是我。但是人适当的发泄一下是很需要的，必须的。对啊，你刚才讲说倾诉是很好的发泄，那我的发泄就是吃东西。这每个人一样，我也会啊，我生气的时候我就狂吃东西。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身材这个只要比例匀称，不要一味追求我一定要瘦成那样子。我一定要怎么样？对呀，有的人瘦不好看。其实不是，我觉得这都是误区。以前像古代，你看唐朝以胖为美，杨贵妃。杨贵妃啊，那多胖啊，那时候就美。我要在那个时候可能嫁出去了，我觉得。对啊，所以就每个时代的人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第一追求的是健康。健康，对，健康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运动这是很必须的。然后女孩子要充足的睡眠，对，这是很重要。睡觉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他们说，好的睡眠呢，可以补足了十岁。Beauty sleep， yeah， beauty sleep， yeah。那平常呢，你的作息时间都是早睡早起吗？因为那个工作嘛，你没有办法，像我们演完出啊。拍完戏或者什么之类的，都是到晚上。好像我知道很多表演艺术工作者呢，基本上在舞台表演之前，好像都是不吃什么东西的哦。吃的很少，吃的很少。不能让自己的那个胃全灌满，这样你跳不动。对呀，对呀。你会不舒服的。那你通常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都吃些什么东西呢？然后你
你要让自己有这个活动的力量去、去get through the day， 都是吃什么东西？我牛奶啊，面包啊，因为在家我要吃鸡蛋的。然后中午呢就是米饭呐、就是一荤一素一汤，差不多是这样。对，然后之后就不吃，在表演之前就表演之前，我晚上下等于下午表演之前等于是晚上嘛，对，等于下午的时候要吃少量的吃一点主食，吃几样，吃点菜就 OK 了。然后表演完之后再大吃。对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吃东西，不然胃很不舒服，会睡不着的。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吃东西的，但吃的不能说是让有节制的，不能说就是完全放开了的。我基本上遵循一个少量多餐，少食多餐。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胃或者我的适应程度，我觉得我很舒服的一个方式。哇，在这里呢也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试试这种减肥的方法哦，因为真的其实这样是很健康的，让你的身体呢不要觉得非常的胀。因为通常呢一般人呢容易犯下的错误就是吃到好吃的东西就吃过量了，然后基本上我们人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它，对，但是我们还没有消化完的时候又吃，对不对？所以我基本上最好是吃少少的，然后消化完了之后再继续的补充我们的身体，才让自己的身体呢达到最佳的状况，然后在整个消化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顺。对对对，而吃多了，你如果觉得不舒服，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啊，跑跑步啊，这样，帮助它消化。人其实胃舒服的时候，你人也会很舒服的。对，那你在除了表演之外呢，你平常呢有什么样的消遣活动呢？我的兴趣爱好好像平常我爱听听音乐，然后爬爬山，爬爬山。在北京爬爬香山。真的吗？对对。那大概爬多久啊？能爬到山顶就爬，爬不到山顶就走一半，就是实际上跟大自然一个其实爬山呢基本上不只是一个运动，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生哲学的一种感觉，因为你爬上去好像是一种挑战，对，登高望远，然后让自己的心呢，然后通常我也觉得说，好像因为上面的纬度不一样哦，你的身体也会去慢慢的去，好像去习惯那个纬度，好像对身体会比较好，你的肺活量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帮助。对，他爬山，他我们那个路边专门贴一块牌子，就你不要快速的爬。你先慢慢的爬，这样你的心跳会稳定。对对对，有一些什么老年人啊这些啊，防止什么这些病啊。这我们在多伦多就比较难了，好像没什么山可以爬。我想可能就是要爬楼梯了，我想。但这里的绿地，那个草地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啊！我觉得在这边的小动物非常的幸福，因为他们可以常常去公园里面啊，到处乱跑。对，那天我们就散步的时候嘛，看见有一个女主人牵着几条大狗，然后这几条大狗在那草地上狂奔呢。对，这些小狗们，它们常常就聚在一起，可以大家一起玩的。对对，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加拿大适合老人、小孩和宠物，宠物天堂啊，天文的天堂。对，非常非常的幸福。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跟这个唐佳丽聊了这么多哦，我也很开心跟你聊这么漂亮的主持人聊。我们都希望说我们会慢慢的学会爱自己的身体就是说常常面对镜子，然后裸体去接受自己的身体，去爱自己的身体，然后这样子一来呢，我觉得我们都会有更正面的那个人生态度。对对对，就是各个方面。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心灵。对，因为我总是觉得东方女性，我们在平常跟家人也是很少说拥抱啊什么的，但是在西方的观念里面，除了拥抱之外，还有亲吻。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像我们跟小狗怎么沟通，我们就是抱它。对、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呢，那种拥抱的感觉呢，基本上也就是一种沟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的传统的东方观念都不是非常健康的。怎么讲？我觉得这需要慢慢来。好的吸取，就像我们吸取西方的东西，好的吸取，
坏的可以不要学它。那你觉得有什么坏的我们可以不要学的呢？哎呀，坏的，我觉得有一天啊，我跟你讲，我从那个温哥华那个唐人街，对，那个去散步，完了之后走到一个就想回来回家了，回家以后就从一堆人群里边走过去，我觉得就越走越不对劲，都是一些吸毒的人。啊，我觉得哎呀好恐怖，我觉得那是地狱。给我原来觉得吸毒的人很惨，但只是在脑海中想象的，没有亲身体会到他们的那种痛苦。我觉得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一些放纵自己特别不好的一些习惯，我觉得不要学。对，刚才我们你提到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加拿大还有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哦，全世界我觉得就是加拿大开始，它规定你不能在室内抽烟。嗯。哦，那现在也慢慢的已经拓宽到整个北美洲，不能在室内吸烟。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非常健康的方法。对对对。那我们要爱自己的身体，就要从爱自己的身体开始，先不要抽烟，拒绝烟毒，对不对？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唐嘉丽来到千里迢迢来到多伦多表演，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美丽的知识。哎呀，别客气，我觉得从你身上我也学了很多东西。哦，别那么客气。那么我们的 Sex Talk 谈情说爱呢，我们在下一次会有更精彩的节目跟大家一块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